家好，这里是阿天的节目。答应了大家好久的指甲油视频终于要来了。前面拖拖拉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尝试很多种不太适合我们的拍摄方法，主要是想把这个视频拍得唯美啊，然后生动啊，镜头多变啊。对，就是比如说这样自己在涂啊之类的，那种很唯美、很优雅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是技术娴熟的那种，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但最后实验了好多次，就发现不太适合我们。对，真的不是因为难，对，主要是不太适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就按照我们适合我们的方法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喜欢的 top 五的指甲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top 五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有十个。对，因为我们两个人选指甲油的方向真的是完完全全不太一样。首先我们俩指甲形状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是天生比较短小的那种，整体留长的也是都还方向。但像我的指甲的话，就是甲床它比较长，然后整个指甲比较大一点，并不短小。对，然后大，对，然后我们的肤色也不太一样，像我的话可能是黄皮，然后结果它就是白皮，所以指甲油在我们手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十款指甲油，两个人都会涂，就是试一下白皮和黄皮，然后粗的和短小。的指甲涂上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首先我觉得可以先推荐一下我们平时会用的底油和顶油。我觉得指甲油是一定要涂底油和顶油的。涂了底油的话，它真的会牢固很多，不然的话你光上去的话，首先就是指甲不平整，然后就是它真的很容易脱落。然后还有涂了顶油的话，这个光泽度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像光泽度的话，我会有一个就是这种亮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磨砂的，可以交替着使用。然后除了底油和顶油以外，我还要推荐这个卸甲油，是这个 Kiko 的。然后它里面是有海绵，然后有海绵，然后上面浸满了那个卸甲水，然后把手指头放进去转一下就可以了。对，非常的神奇。本来呢我是留了一瓶新的，就是打算只是过来给大家展示啊，结果我们九总就刚刚很主动的把我新的给用掉了。 对，我直接拆开，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一瓶开过的。好，废话不要多说，赶紧开始你的第一瓶，你最喜欢的开始。好，那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黑色。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买过黑色的指甲油。它是悦诗风吟的60，是黑色燕尾服。觉得涂上黑色以后就立刻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不良少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对黑色指甲油有印象，是我当时喜欢艾薇儿，觉得我第一瓶指甲油必须是黑色，因为我记得当时艾薇儿就是那种烟熏妆，然后黑黑的指甲油，对，超级酷。假如大家指甲是这种方方短短的话，我还是挺推荐的，因为就是会显得比较酷，就是没有那么笨。我觉得你高中的时候就是指甲还要短，然后那样涂其实更好看，会更酷。像我现在就是比较长了，如果大家就是指甲剪得特别短了，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裸的短指甲其实还不太好看，那就可以涂一个黑色的。但是长甲床的姐妹真的三思，这个颜色就会有点像黑化的那种角色。对，就是会比较坏。对，我在涂起来其实还蛮顺的，并不会那种结块或者不匀这样子。对，就是涂两边，太酷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BOW 的029，是不是它特别小？因为这是我买的分装指甲油。这是前段时间我叫你卸了800遍，你都不肯卸的，就是都已经残破了，残留了很多了，它还是不肯卸。前面我买指甲油一直不知道可以买分装，因为其实像这种完整指甲油，我们是肯定涂不完的。像这种分装就很贴心，它这个颜色是有点豆沙、西瓜、草莓的这种红色，其实还是挺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有点果冻。对，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大的亮片的，所以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大亮片特别特别难卸，可能你卸完指甲油之后亮片还粘在你的指甲上。但是只要是亮片的指甲油它都是很难卸的。但这个颜色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可以说我这一盘如果只能选一个颜色的话，我绝对会留下这个颜色，然后我肯定是会去买它的正装的。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也是不挑指甲的，就是太好看太显白了。对，我觉得是还挺适合就是穿裙子的时候涂一点这种颜色。对，很少女很女生。然后这一瓶呢是香奈儿的572，它其实是一个很透亮的车厘子红，是他们家一个新的车厘子红的颜色。我最近看那个我们就是我家美甲店的微信嘛，他们就是秋冬主推车厘子色。对，然后这一款就是非常非常清透，涂在手上不老气，它涂一遍和涂两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涂一遍的时候会比较艳，然后涂两遍之后它会加深一些，但加深之后还是比较这种亮的这种车厘子色。对，就是很透亮的感觉，不闷。但我觉得我手上现在就少一个翡翠扳指，就显得我特别的贵妇。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显白，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我如果
要我推荐的话，就是最最推荐我只留这一瓶。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香奈儿它的刷头的刷毛是比较长的，所以它压下去的时候它的扇形不会开得特别大，像我这种甲床特别宽特别长的人，它涂起来就特别慢，就需要涂多涂好几下。接下来我想推荐的这个是 Color Club 的978，这瓶颜色是那种镭射紫的颜色，上手是这种偏紫的这种镭射紫，涂上这个颜色今天晚上就可以去蹦迪了。因为刚刚九总说我选的指甲油颜色都不是很衬肤色那种，其实我选颜色真的都是全部挑我喜欢的颜色，比如说黄色紫色还有这种镭射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当时做了一个脚指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用我记得脚指甲，对，然后是用的那种红色底的指甲油，然后再抹上镜面粉之后就和这个颜色一模一样，但当时那个镜面粉他就说啊很贵啊，什么日本进口的啊，他收了我200多块，但这一瓶指甲油只要58块可以涂超多次，我就觉得很划算。它是一个远远的看上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近看的话会有点大有文章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会有那种彩虹的反光，然后虽然它不衬肤色，但是它真的很特别，就是你绝对不会跟别人撞指甲颜色，特别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然后下一瓶这个绿的呢是香奈儿的582，当时我就是想这个两个颜色同时涂，然后就是很圣诞那种感觉，但是这个等了我3个礼拜，错过了圣诞还错过了新年。然后这个绿颜色呢是近两年比较红绿色嘛，然后我当时就选了这一瓶比较深的颜色，然后它涂上去是那种墨绿的感觉，每次涂上九种的指甲油都感觉自己要黑化了。它是一个比较深的墨绿色，但其实大家看照片的话可能会更真一点，就是我觉得相机拍的话它会更黑，它会有一点像孔雀绿的那种颜色，还是比较比较深的。对，它显色度很高，然后是比较绿的灰，就是不会那种绿中带灰的感觉，对，就很艳，感觉就是很圣诞的那种绿色，就他们俩跳着涂的话完全就是圣诞节必涂的颜色。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涂两层的，涂完两层之后才是这种饱和的颜色，一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不均匀，就是这种比较高级的绿色特别衬气质。接下来我有一瓶绿色想要推荐，它是橘朵的，它是13号，它的名字就叫绿色森林。它和九总那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里面也有亮片，像我的话就比较喜欢有亮片的颜色，会比较闪。我这个绿色和圣诞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是那种黄绿色，虽然相机里面拍起来是一样的绿了，就是相机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不出那种绿色。对，像我这个绿它里面的亮片是那种细的亮片，是那种小小的亮片，所以它是细闪，并不会亮片特别大。然后这个颜色刚刚我妈说特别像我们现在冬天吃的那个黑菜，就是比较黑的青菜，就是像蔬菜炒了之后过了几个小时后它有点发黑的那种颜色，但其实它比较秋天嘛，是那种黄绿色的，然后加了一点小亮片之后它就没有那么沉闷，会有一点比较活泼。对，然后我觉得橘朵的它的指甲油其实还蛮好涂的，因为它的刷毛是比较短的那种，然后一按按开它就扇形会比较大，基本上刷两下就可以全部涂满了。对，然后我还想推荐这一瓶是 Zoya 的746，它是一个多肉葡萄这种紫色，然后它是一个偏灰灰的那种感觉，觉得这个颜色上手之后会比瓶子里的看起来更紫一点，它会有点像是那种多肉葡萄里面加了点牛奶，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很葡萄的那种紫色。对，其实这款紫色其实也挺显白的，这个颜色涂上去它会比较润透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刷头也是像香奈儿一样是那种细长细长型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黄皮涂起来会比白皮上手颜色更深一点，你看你的就会比我的看起来浅一点。对，其实我也是涂了两遍。嗯，同样是紫色，我想推荐这种粉粉嫩嫩的香芋紫，它是橘朵的香芋波波05号色，它这个颜色真的就是不显白，但是它很温柔，这样就是它涂完样子紫紫粉粉的感觉，就是重回12岁了，都不是18岁了，感觉就是闻指甲能闻到那种香芋的味道。到平时都会再叠加一个磨砂油，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亮面的这种紫色，因为已经太显黑了，加上磨砂之后会好很多，涂完磨砂之后就感觉瞬间变了一样，觉得加了磨砂涂层之后它就立刻变得非常的 ins 非常的高级，然后因为它本身如果是亮面的话真的会有点土土的感觉，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年轻了。对，然后加上磨砂之后真的特别好看，而且这个磨砂油买的是这个 OPI 的嘛，然后它干的其实也挺快的，刚涂上去可能是亮的，然后大概1分钟它就会立刻磨砂，
效果出得很快，但是磨砂的这种东西就是只能维持大概前两天它是好看的，因为磨砂之后你知道它磨了之后它就会容易在这个磨砂上加上一层黑黑的那种颜色，就是没那么透，会比较脏。对，但是这个磨砂真的太好看了，好看到让我欲罢不能，比较适合大家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涂一下拍个照之类的。像我前面穿那个紫色的毛衣再涂一个紫色指甲油真的会显得特别特别的温柔。然后是这个悦诗丰盈的二号海洋之星，它当时除了有个紫的还有一个白的，然后就是蓝的，我买的就是这个蓝的。本来涂上去我以为会是那种特别重的颜色，但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浅，需要叠好多层，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科技，特别的梦幻。其实相机里面会有点像你那个雷射紫，但其实它是一个偏蓝的，特别适合配牛仔，然后它会有一点像那种鱼鳞的反光，特别是在蓝色灯光下鱼鳞的反光就很炫。然后我当时在店里面没有试就买，他当时这一瓶就没有试用装，哦，应该一直被抢空了。然后它一层两层三层每一次涂上去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紫色或者蓝色打底然后再把它涂上去，就是这个特别炫的紫色。对，就是加了一个亮面的这种封层，因为它这款是水性的，所以卸甲只需要去撕它就可以了，就像撕胶水粘在指甲上的那种感觉一样。接下来继香芋子之后，我想推荐一个更加死亡的颜色，它是 OPI 的 NLL23， 它会有点像那个黄芥末酱。这个颜色呢，我也是一定要搭配这个磨砂油涂的，因为加上磨砂了之后就特别特别高级，沾满了黄芥末的手指。觉得这个颜色它就是，我觉得怼近了看其实不好看，但其实如果离远一点看是蛮好看的，就是很动漫的那种黄色。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涂不匀，就是这种浅色的都很难涂，不管你厚还是薄，就是印子非常明显。所以你盖了一层这个磨砂的顶油之后，它就会就是平滑很多。啊，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它超可爱，但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夏天，冬天可能不太适合。夏天穿短袖的时候比较适合。就这个黄色，其实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涂，我一开始涂指甲的时候我会追求那种显白啊什么的，到今年的时候我就感觉放飞自我了，就是我只要喜欢这个颜色我就会涂它，然后我觉得这个黄色真的很可爱。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两个最爱的 TOP5 的指甲油分享。因为买指甲油就和买口红一样，就是它陈列在那里的时候真的赏心悦目，然后涂在自己手上的时候每天看到就是好看的颜色也会让人心情好很多。还有就是平时我们经常拿饮料拍照嘛，如果露一点指甲油的话还挺好看的，特别是跟衣服搭配起来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对，我特别特别喜欢自己拿的饮料啊塑料袋之类的跟自己的指甲颜色一样，然后这样感觉是惊喜。对，然后我觉得小伙伴就是在网购买指甲油的时候就是可以先从这种分装开始试用，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实用。这种就是如果你不能够试到它的话就可以这样买，它就是这种颜色，就是可能你一辈子只会涂一两次的话也买分装会比较好。对，像我这新鲜一下，像我这个黄色估计这辈子是用不完了，刚刚被我多用了一下。然后指甲油的这种正装的量其实还真挺大的，如果你们不会涂的话就可以约着闺蜜让闺蜜帮你涂，然后你再帮闺蜜涂。那我觉得我今天种草了你这只紫色的，我觉得这个多肉葡萄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你那个这个香芋紫。香芋紫其实涂第一遍就非常的美，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指甲油，我觉得应该挺难的。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哦，还有评论。拜拜拜拜。